那陈米珠来说应该是一个再自在不过的地方，比家还要像家，比马路还像马路。当我们很习惯就是有一间诚品，有一间书店，就是当我无聊的时候，当我想买书的时候，它就在那里。是我们台北的书房，永远的书房，感觉像它像一个城市的收容所，任何时候你想去它都开着，灯点的好好的，在这里等着大家来。它是一个知识游乐园，是一个思想跟青春启蒙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它在台湾的文化地图也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角色。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整个人生可以说就是由阅读所支撑起来的爱书人来说，敦南诚品是我在这个城市的阅读归属之地。敦南诚品对我来说很像停在码头的一艘小船，你只要踏上去，你就会去不同的地方了。阅读是很重要的，而这里永远都能够满足所有爱书人的需求。敦南诚品要熄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阶段的一个，不能说句号，应该可能是逗号吧。可能有自己的青春也差不多消失那种感觉了。所以就好像说台北少了一颗星星。虽然是面临将要结束或者说搬家，但我们其实反而更期待新的发展。它其实只是阶段性的陪伴嘛，它就已经是一个精神上面的支持。只要你的书柜里或是你的身边有任何一本你逛敦南诚品的时候带回去的书，那你随时翻阅的时候，这段青春跟这段记忆永远都会在。至少对我每次看到这个点，我都会知道我的好朋友永远在这里。在以往回家的时候，看到诚品的敦南店的灯还亮着，在那个时候，他的鼓励一定不是书店，让你安顿下来。